山珍海味、鱼翅鲍鱼见得多啦。但系几百蚊一碗嘅红豆沙，你食过未咧？大家可能觉得奇怪，区区一碗普通嘅红豆沙，点解卖得咁贵嘅呢？原来内有乾坤，佢就系贵在放喺红豆沙里面嗰片小小嘅陈皮啦。好多人喜欢煲糖水嗰阵加入一两片陈皮，因为佢可以增加糖水嘅香味。但系其实好少人会知道，陈皮系一种对胃非常之好嘅中药材，而且出产陈皮最好最正宗嘅地方就系响广东嘅新会啦。江门嘅新会咧系著名嘅侨乡啊，近代嘅新会就出现咗好多名人，除咗名人之外，新会嘅陈皮咧都一样名扬天下噶。相传以前嘅华侨携带新会陈皮乘船出国，因为新会陈皮香味浓郁独特，大片海面都弥漫住陈皮嘅香味，所以人咧就一句话嚟赞美新会陈皮：中国陈皮香海外，广东特产最乔翁。新会陈皮是中国著名的道地药材之一，同时亦都是十大广药和四大南药之一。新会出产的陈皮被历代医家推崇，但是陈皮并不是任何一种金皮都可以制作。新会的大红金是最佳的原料。中医药大辞典中记载，大红金原产新会，它的果皮是制中药陈皮和陈皮系列食品的正宗原料。这个就是新会陈皮的原料，就是新会金。新会金的生产和栽培可以追溯到元朝，到现在已经七百多年历史了。清朝的慈禧太后是指定陈皮做贡品的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就连非常爱美和善于养生的慈禧都指定新会陈皮作为贡品，就可以见这里的陈皮品质非凡。然而陈皮并不等于一般的金皮。主任，你好。那些金皮要制多久才变陈皮呢？我们新会陈皮要一定在新会三年才叫做新会陈皮。为什么要制这么久？因为陈皮是以陈热量，它入面的营养物质随着时间的变化越来越多的，好像我们的黄红类越来越多，陈皮金就越来越多，所以你对个营个肌肉应该就越来越多咯。但我见过啲人几十年啦，甚至一百年以上嗰啲，系咪时间越耐就个效果越好嘅咧？你讲得啱啊！我哋俗话讲就百年陈皮胜黄金啦嘛。哇，咁值钱啊！哇，呢度好多黄金啊，真系。系啊，遍地黄金。鲜骨皮同陈皮虽然系同一样嘢，咁但系性质咧就完全唔同啦。鲜骨皮含挥发油较多，并唔具备陈皮咁样嘅药用功效，而陈皮隔年后挥发油含量大为减少，里面嘅黄酮类化合物含量会相应增加，呢个时候陈皮嘅药用价值先体现出嚟，因此陈皮又有贵老嘅别称，正所谓姜越老越辣，陈皮越老越贵，百年陈皮胜黄金。要吃上一碗几百元的红豆沙，原来并不是有钱就可以的。这一块就是极品陈皮，就可能要你等上大半生。就好像和上好的红酒一样，时间越来价值越高。陈生，我想问一问就是啲钱的问题。以前呢啲是怎样卖法？一斤多少钱啊？或者怎样的？从以前是从一毫子，从一蚊，一蚊，就蚊半，蚊半。兩蚊，一直都係兩蚊半，升到現在呢，就現在十蚊。哇，慢慢升上去喎，個食個地道啊！係咯，同埋好有呢個效用啊，又誒對身體好啊！哇，原來咁值錢㗎！呢度附近有冇地冇人種咁啊？介紹下我種下陳皮咯。啊，好啊！如今物價飛漲，股市又忽起忽落，睇嚟今日可以多一個理財工具，買新會陳皮等升值啊！广东三宝依次咧系陈皮、老姜和赶草。陈皮喺江湖地位不闻而知。讲起陈皮，新会人几乎都能够讲上几句嘅。例如大红金点种咧，咩时候成熟咧，点样制成陈皮，陈皮有咩好处等等。陈皮唔单止喺新会人心中有住特别嘅地位，而且已经成为新会文化嘅一种象征。陈生，我呢个开发合唔合格啊？唔合格啊！
一喺啲銀就睇到嗰個狗唔係新會銀食噶啦。哦，即係唔係新會銀食嘅。新會銀唔係咁食噶，咁樣樣噶。哇，開得好靚喎！咁咪示範一個我睇下。係好啊。好輕手啊，要啊。誒，好得。哇！就做一半兩刀就得噶啦。兩刀可以開得咁靚噶啦。係啦。哇，係喎，真係。好啦，我咪可以攞咗揾佢劈嚟啦。呢一种金皮开成整整齐齐三片嘅开皮方法，新会人叫做正三刀法。而鉴别新会陈皮，除咗三反相邻嘅特征之外，就系陈皮表面有多凹入嘅点点，呢点点叫做油虱。而新会大红金嘅点状油虱比较大，而且味道有一点点辣而不苦，气香浓郁，时间越长越发其香。长时间煲汤都唔易烂，口感非常之好。新会人咧食完金咧有一个传统嘅习惯，就系将啲皮存起嘅。咁啊，传统嘅方法咧就挂喺灶尾度咧，等佢熏烟烘干。但系而家唔使啦，咁啊放喺太阳之下咧，等慢慢晒干，但系要晒得好干先得嘅。你晒嘅个皮灌唔灌咧？你將佢灌唔灌啊？嗰即嗰個地呢，一咬落去度嘅盤咧，就證明佢乾得灌啦。哦，就可以啊，就可好保管啲啦。仲要去洗乾淨佢，灌乾佢。如果個皮呢，如果個即個地咬落去，如果人唔寒咧，個皮就證明佢唔夠灌啦，就容易知啊。哦，容易俾蟲蛀咁樣哦。講咗咁多關於新會陳皮嘅嘢，都未入正題。究竟陳皮對胃病有咩特別功效呢？陈皮咧就系呢个新会桔嘅皮，咁啊佢个功效咧主要决定佢嘅性啊，佢性系温嘅，味系辛嘅，微苦。佢嘅功效主要有三大点，第一就系行气健脾，第二咧就和胃止呕，第三咧就燥湿化痰。佢常常用于咧脾虚气滞啊，引起嘅胃胀啊、瘀气啊，甚至呕吐。另外咧，佢仲可以用于长期嗰、那个。咳嗽，特别痰多嗰种咳嗽，咁啊，特别呢个系新会嘅陈皮，效果系非常好嘅。我哋成日讲嘅脾胃就系中医所讲嘅后天之源啦。古书话脾胃乃伤，百病由生，意思即系话食得唔好，身体自然吸收唔到营养，咁健康梗系存在问题啦。2007年5月，一份针对中国10000多人嘅调查报告显示，70%以上嘅打工人士肠胃唔好。尤以中青年打工人士最多，工作壓力大是造成呢種狀況的主要原因。而家有很多人佢嘅胃部都有唔多唔少嘅不適，而且因為胃病而去睇醫生嘅人亦都越嚟越多。咁係因為咧現代人佢哋嘅生活節奏實在太快，工作量過大，好多時唔夠時間食飯，又或者係求其食啲嘢就算。久而久之，加埋煙酒咖啡，對胃部就造成好大嘅傷害啦。古人话胃不和，卧不安，讲嘅咧就系如果胃有病，唔单止瞓得唔好，就连工作同埋健康都会受到影响。现代工作人工作繁忙，几乎每一个人咧都陷入前半生用健康换金钱，后半生咧用金钱换健康嘅怪圈。要改变呢一种不良嘅模式，我哋就要从起居饮食中注意，而正确食用陈皮咧。就可以達到治胃病的功效啦。佢使用方法咧，一個就入藥啦，同其他中藥一齊嚟煲啦。第二咧，佢又可以攞嚟蒸排骨啊、煲湯啊，甚至蒸魚啊，都可以放啲陳皮。另外咧，有人咧就用嚟製成嗰個小食啊，就等於嗰啲零食咁啊，咁啊時不時鹹下，對嗰啲痰多咳嗽嘅都係好好嘅。此外，陳皮有燥濕化痰嘅作用。仲可以製成蛇膽陳皮，對於長期嘅咳嗽、痰多等症狀有非常好嘅療效。一塊少少嘅陳皮真係用處多多啊！無論係煲湯、蒸魚、整糖水，甚至係平時做零食啊，對脾胃都有好好嘅保健作用㗎。咁其實除咗陳皮之外，仲有啲乜嘢對脾胃係好嘅咧？一噸陽春出產嘅沙仁可以換6噸外國進口嘅沙仁。沙仁係咩嚟嘅咧？究竟陽春出產的沙仁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？下一節回來帶大家看看。